解对数不等式。好，解对数不等式最重要的第一个，我们要知道真数要大于零，所以真数两个真数分别都要大于零。那我们可以得到条件就是 S 要大于四分之三，或者是另外一个条件是 S 要大于二分之负五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画在数线上。一个是大于二分之负五，一个大于四分之三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边的条件是 S 一定要大于四分之三。好，第二个条件，我们可以知道底数三分之一，底数三分之一是小于一的，去掉的时候要变号，所以去掉以后变成四 S 减三小于二 S 加五。那一项二 S 小于八 ，S 是小于四的。那一样把它画在数线上 ，S 需要小于四。好，我们刚刚第一个条件是 S 要大于四分之三，第二个条件的话是 S 要小于四，所以它的交集在这边，所以我们的答案是 S 小于四大于四分之三。